伤口，你的不同，你犯的错，都不必隐藏。你破旧的玩偶，你的面具，你的自我。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，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。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？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单独命运断肠，爱你和我那么像却口都一样。去吧陪吧，这暖被的披风，战马战马，你最卑微的梦，只能黑夜中的午夜与怒火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戒了你的光，就像擦掉了污垢。他们说，身太轻而伤，而代价是低头。那就让我不可乘风，你要骄傲着那种孤勇。谁说对弈？Angela， 谢谢信，也要谢谢我们身后的各位老师哈。Angela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他们是谁？杭州青年合唱团。那我们随机采访几位，问问看他们的职业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您好，你的本职工作是？我来自浙江温州，我是一名幼儿教师。听说温州方言特别难，如果用温州的方言说"东阳光仙虫草"，会是"丹台永仙顶草"。我是做英语翻译的。我是在医院做检验工作。我也是幼儿园教师，因为爱好吧，然后大家邻居在一起那个合唱的那个共鸣感，就让我觉得很幸福。嗯。每一位平凡的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职业，像我觉得我说的孤勇者里头有一句话，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有时候我们永远歌颂着就是白天的天亮有多亮，多么有希望，我们其实更应该要多多的去
关注站在黑暗里头的那些朋友们，因为我们也在黑夜里头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进步，求进步。各位稍作休息，感谢你们在舞台上的精彩呈现，谢谢你们。听完之后只想少说话，保护一下嗓子。在憋大招了，压力好大，因为他们带着这首歌作为第一个出场，我觉得我们的压力好像会倍增一样。看完 Angela 和信的表演，你觉得你的音乐合作这个舞台能够赢吗？科目是回答这个问题，甩锅。科目是只要你觉得能够赢，你就站起来。好的，他站起来了。谦虚一点啊。周深，我不在你旁边你就大胆的放肆啊。我建议大家想听最顶最炸最燃的，听他们俩这一版，因为他们这个 key 很高，他们俩都在自己的极限处在不停地做着那个和音，而且是一直在有和音的碰撞，才能让我们听到这样有冲击力的这首《孤勇者》。谢谢。今天比起上半场来说，我觉得信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演唱。比起上半场我们呈现那个舞台，这个舞台更精致，并且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二位都是用心了。我们建音团的几位朋友除了点评舞台上的演出以外，我觉得也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和这首歌有关的故事去告诉大家。就是写这首歌的词的词作者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词作人，叫唐田。他在2012年的时候被诊断了鼻咽癌，然后非常努力的在跟他的疾病做斗争。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战士。